是这样的话，他就厉害了，就厉害了。不过其实好，其实你我一直在想，其实如何做一个好歌手，经验跟实物很重要。其实如何做一个好爸爸，你有把握吗？我有准备，应该这样讲，有准备去做一个好爸爸。可是有没有把握可以做得到，就不敢讲。我不知道，有些人在外面看起来都很新潮，但是个性当中其实很传统的。你会不会是那种老？我说是很新潮吗？你至少头发是金的啊。我耳朵没有没有环，你怎么也不环？这个也是完整的。你会不会是那种身上没有？好了，你会不会是那种传统型爸爸？我还好。我觉得我还好，我觉得还好，是我不会忘记我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很多，要是觉得父母他们说是太严的话，我要从前的，我可以理解，嗯，因为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，走过来，对。然后我现在我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，我很清楚，嗯哼。那有些事情我是觉得我可以理解的，然后。他会怎么改变，我只要看看我自己是怎么改变的，大概可以知道，只是时间后不一样了，这样子。那我想做爸爸或者做父母，主要的工作是给他一个指引嘛，就是小时候怎么教他怎么对错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到大的时候只能给一些指引他，对，这样做会怎么样，是怎么样。其实父母的身教很重要哦，其实小孩子不但是耳朵听，也许你跟他讲啊，你不能碰这个，但是他看你自己常碰，他会觉得说，嗯，他也在做。我小时候就已经教，比如说很热，嗯，讲很多次，他看见你很奇怪，我是主教，就是教他碰，你自己碰一下，没关系，他有反应的嘛，不是我手压他下去，他会有反应的，他自己会，你碰啊。我先告诉你是很热的，而他试过碰过一次以后，他就不会碰，他不会再碰。以后，而且以后告诉他这个是很热的，他会相信你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会相信这个是很热的，很热是什么？是怎么样？会很痛的，他会相信你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哎，你是个很聪明的爸爸，不错哦，给猴啊。我有小聪明，你有小聪明。就刚刚这个，你的制作人，哎，你的制作人也是跟你很久，哎，老婆也跟你很久。他比我老婆要早一点，还要早一点。我认识他老婆也比他认识他老婆早。真的，你都是喜欢朋友是旧的哈。其实我想，其实前两天看了 MTV， 我在想，学友为什么我看起来越来越帅？我一直在看那边，是因为我看到我自己样子。你觉得还可以哈？还不是这个角度很好。真的，我觉得其实你再回头看看，你比你二十几岁的时候真的好看很多。通常都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嗯，有的人不见得，就是说你要身形啊，我觉得一个艺人其实身形控制得很好啊，这个精气神真的很重要。我是不太懂去怎么去经营的。这个身体啊，这些东西，可是我有信心，老的时候会很，就比年轻的时候帅。先讲为什么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小时候是常常被人家说我很丑的，小时候，到我大一点的时候又长青春痘，长得很厉害。然后旁边那女生都真的是这样子，我记得我就是跟旁边女孩子讲一句话，她就这样子，又不是怎么样，就讲一句话而已啊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只不过是有青春痘，干嘛？又不是厉害了，是厉害了，厉害一点。可是打击很大啊。所以我会觉得我慢慢长大，我知道我会有一天会没有这个。你会知道，你慢慢会比从前好一点，那所以就不会怕、啊。不，我真的觉得你越来越帅，越来就是你真的比你二十几岁就刚唱歌的时候，什么穿过黑发什么东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再后来的话，越来越新，然后身材越来越，演唱会唱的越多，身材就越好。
那个也是啊，也是对不对？出那么多汗，哪有那么机会？对对对，像自己去做运动，哪怎么会愿意做三个小时？做成这样子，哎，可是越来越帅，所以我觉得男人到了这个年龄，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黄金年龄，好好把握。不只是越来越帅，而是越来越有魅力，而且你会觉得你散发出一种，就是很多年轻男人没有的那种智慧啊。我通常是这样子安慰自己。我这样讲，老到了这个，我到了应到了40岁就会讲这些。我散发的魅力是跟那年轻人不一样，他们不懂，他们不懂，真的是不懂，不知道而已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谢友，谢谢，开心下去。对，这个，这个角度。好，谢谢。你这那几天？我待会走。我明天要去马来西亚。你那天那次什么广州还是哪里唱歌？不是，维吾尔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去大陆演唱会是不是危险？危险是我。在演艺界，我很喜欢有一种艺人，比如说像张学友这样，很聪明，很有智慧，又很努力，又很敬业。也许在他的演艺过程当中，有很多跌跌撞撞的地方，不过他都用他的斗志，也是斗心，然后冲出一片天。其实他真的是非常聪明，我喜欢有智慧的男人。